不爽画娃路人，十七岁恶女，海 K 少年。高雄十七岁方姓少女因不满妹妹遭同学欺侮，画娃月初找了李姓少女等人约十五岁李姓少年谈判，对方也找来十多人助阵。你有没有骂我妹妹破娃？没有。少年还打手机请老师澄清，但少女不信，推少年一把，反遭对方打脸。李姓少女立刻拿安全帽加入，双方打成一团。警方赶抵时，现场只剩挨揍的少年，他头部挫伤，颈部淤伤。方姓少女到案表示，当天要求李姓少年道歉，但他态度及口气很差，才顺手推他一下。冲突发生时，自己也被打，嘴巴破皮流血，但不想提告。警方讯后将动手及教唆的两名少女以伤害罪嫌送办。董新闻高雄报道。